有乐器吗？有啊。你把你乐器拿出来我看看。我没法把你乐器拿出来看看。你这个碗是透明的吗？只有聪明的人才能看得到皇帝的新碗。朱贺松这么多年没被打死，真是逗哏的善良。他捧哏永远不按照剧本走。没有啊，这叫煤箱。煤箱你解释吧。煤箱我知道，就是盛煤的这箱子嘛。家里暖气不热，自个儿还又来了。这老说煤运轩，别投诉，就算供热咱闹去。告诉一下汽车到底谁才是主人，谁才是当家做主的领导者。什么汽车开加柴油我不太懂啊。就是你什么车都能加柴油，别惯着它。上来就加98，再换柴油那就不跑了。直接这加柴油的，那车加95的，他买来我一直加就92。跑别跑着呢。用慢条斯理的语气却说着最气人的话，关键你还挑不出他的毛病。说两句得了啊，来这么多好朋友，你别在这跟我煽动群众啊。这不是北京吗？哪有煽动群众啊。我跟你聊地域了啊，我说别煽动群众。这不住的都是楼房吗？谁还住山东啊。真的，我现在真想给你来个大嘴巴子左右组，让你永远记得我。说话老欺负人，在舞台上文明了啊，谁欺负谁呀、啊、大嘴巴子左右组谁欺负谁呀、啊。管他对不对，先说出来就占理，主打一个牛头不对马嘴，逗哏的心情不在考虑范围。唱啊曹操，不是英雄不读三国，是曹操唱不是唱曹操，侵犯别人版权敢唱这个，你小心林子祥告你。林子祥告我，我唱曹操，爱他哪疼啊。这个小套路让人永远琢磨不透，兰兰应该是唯一一个在这个包袱上吃亏的逗哏。不愧是捧哏巨匠，这杀伤力直接拉满，只要站在桌子外边的通通不放过。这也是捧哏，你也别太难为我，咱谁也不难为谁，就是聊聊天嘛。注意啊孙子，哎，我的捧哏从来不这样啊，这就是巨匠啊，就这样人有搭档的。他爸爸这辈子啊没儿子。我爸没儿子，我呢我哪知道。你不要认为你长得像我你就问我炸。巨匠最可乐的地方就是他自己不乐，自己都不知道下一句能说出啥，所以根本不管你接不接得上来。多说一口人，谁多要一份钱呢？你想虚报一口人，多要一个金牌儿。这高尔基说的话你都忘了吗？不要这个样子的。独眼睛的，你让我心里那个窗户做人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已经做了一只熊。我把它咬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爸跟你干妈呢？干配偶。他们两口子，你干妈再出来，我要与他喜结连理。